现在我们回到这个我们的本题。上一次我们讲过这个问题，就是两个物体在震荡啊。当我们把两个物体拉开以后，它的弹簧收缩，然后发生震荡，因为你放手的时候啊，它是静止的，放手的时候是从静止开始啊，所以它的直心根本就不动，因为它的外力的合力等于零，它两个物体都是绕，就是对着直心在震荡。这个时候它的震荡情况啊，你可以把它看成什么样的，要记住哈，凡是两个物体相对它的直心运动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你要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解决它的震荡周期是什么啊，它是不是简洁运动啊，震荡周期是什么啊，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系统呢当作是一个物体啊，当作一个物体 ,OK?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物体，好像这个样子，当作一个物体。但是这一个，就是一个物体对这个弹簧，这个弹簧就跟它原来那个弹簧是一模一样的。啊，一端是固定在墙上，一端才是接到这个物体。那从它的原长就是它的原点啊。那这个物体的质量啊，不是用 M1 也不是用 M2, 它是用 mu 啊。mu 呢就是它的所减质量。mu 分之一等于 m 分之一加 m 一分之一加 m 二分之一。这种情况增长是一样的啊，当作一个物体 ,OK? 啊，那么不单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现在从这里来看，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啊，现在有两个质点，它的质量是 M1 跟 M2, 它们之间的距离呢是 R, 啊 ,M1, M2, 当中的距离是 R, 它绕它共同的直心以角速度欧米伽在运动，现在要求这个系统的总动能是什么？系统的总动能。好，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你如果要按照从前的做法，我们就说、哦、M1 有动能， M2 有动能啊，就是二分之一 M M, 然后 I 就是等于什么呢？这个 R1 啊平方 Omega, 我们可以把这个 I1 Omega 平方，那么这个 I1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 M1 R1 平方，对不对？ M1 R1 平方， I2 呢就是 M2 R2 平方啊，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啊，这是第一种方法。好，这种方法做以后啊，那么我们啊用这种方法做啊，另外一个做法就是说，就两个动能加起来就是总动能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把这个物体当作一个质点，它的质量呢是所减质量啊，它相对于另外一个，它在做这个啊圆周运动。也是 Omega 的圆周运动，半径呢就是这个 R, 大 R, 不是 R, 啊就是 R, 不是 R1 也不是 R2, OK? 啊，那可以当作这个样子做，如果当作这样做的话呢，那就简单的多了啊。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哈，我们从这个问题来看啊。好，你看 M1 与 M2 直心 O, 啊在 O 点，它的距离呢 ,M1 距直心是 R1, M2 距直心是 R2, 当然 R1 加 R2 要等于 R 了啊。那还有其他的关系啊，因为直心的这个位置我们任意一个参考点啊，它是等于 M1 R1 加 M2 R2, 这是总质量啊，因为我们把这个现在把直心的位置当作零了啊，当作零，所以我们就是这个等于零，如果不是当作零的话，就是 RCM 等于这个分数啊。现在我们把这个当作零。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分子等于零， M1 R1 等于负 M2 R2， 这是向量啊，我们就有 M2 要等于 M1 over M2 乘上 R1 啊，这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啊，这两个式子要注意哈。好，那么我们把这个式子带入第一式，就得这个 R1 要等于 M2 over M1 加 M2 乘 R 啊， R2 呢要等于 M1 over M1 加 M2 乘 R 啊，那就是这两个距离跟质量还有 R 的关系找出来了。好，现在我们一这种方法来做啊，两个物体的动能转动动能之和。好，那 I1 就是 M1 R1 平方， I2 是 M2 R2 平方。好，那么我们把这个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 EK 就是这个系统的总动能就等于这个啊，你把这个 R1 R2 都带进去了啊。好，我们可以画成这个样子。画成这样以后啊，我们就把这一项 M1 乘 M2 over M1 加 M2 把它当作是 mu， 当作 mu 啊，这就是这个系统的所减质量啊，所减质量。那么所减质量乘上 R 平方就是这个啊，这个系统用所减质量来算的时候它的转动惯量啊，那么这个 EK 啊就可以等于这个东西啊。好，这个 IMU 就是两个指点的所减转动惯量， MU 是所减质量，这个是所减的转动惯量。所以以后像这种题目我们就可以看成是什么呢啊，你现在只有一个物体质量是 mu 啊， mu 是这个 mu 啊，就是这一项啊，这一项 OK， 距离圆心 r 远，在这里 r 就是原来两个指点的距离，间两个指点间的距离，以 omega 的角速度做圆周运动的时候啊，它的动能 OK 啊，可以看成是这个样子的啊。现在我们来看阻尼震荡 damped oscillations，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简谐运动它就是震荡的一种啊，不过它的震荡是对称的啊，对于它的对称点来说呢，平衡点来说是对称的。那么这种震荡我们是假设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之下，就是说空气的阻力一切的阻力都不算，所以这个系统一旦震荡啊，它永远震荡下去，永不停止啊。那么就是我们之前讲的理想状态，但是我们实际上的这个情况不可能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总是有一些阻力，像空气阻力啦，你如果摆在平面上面啦，平面上总是有些摩擦力啦等等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会有阻力跑进去。这种阻力呢啊，我们把这个图画在这里。原先我们是说这个物体啊，在它受的力就是这一项，就是这一项，就是这个力啊，在这个地方来回震荡。一旦震荡以后就永无休止了，除非你外力干预它让它不动，否则它就一直震荡下去。但是我们实际上呢，它在震荡的时候除了这个力之外啊，还有一个阻力，阻力就是这个力是等于什么，它是跟速度大小成正比，方向相反。比如说啊，这个物体朝这边去的时候啊，啊，朝这边回来，这个力哈、啊，比如说它朝这边回来，速度朝这边，对不对？阻力就是朝那一边。当这个物体朝那边去的时候，速度是朝这边正的，啊，这阻力就是朝这一边啊。那我们用这个啊 ，FR 来表示阻力。OK， 那 FR 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就是阻力了，延缓力哈，我们叫做 retarding force， 延缓力啊。那么这个 B 呢，常数就称它叫做阻尼常数啊，阻尼常数。好，现在我们多了一个这个力以后，我们用牛顿第二定律，就是用动力学来看看这个物体的动力方程，它的合力 X 方向的合力啊，我们按照这个来讲啊，按照这个来讲啊，它这个负 KX 它是朝这边，朝这边啊，朝这边 OK 啊。那么它的 V 呢啊 V， 那就看我们这个时候它在这边不见得就一定是朝这边运动，有时候可能会朝这边运动啊。我们假定它好是从这里荡过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它的速度朝这边，因此它的阻力也是朝这边，负的啊，也是朝这边 OK 啊。这是合力，那等于 MA 平方， A 平方就是 D 平方 X over DT 平方。那我们把这个式子把这两项都调过来，把 M 除一下哈，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微分方程。各位现在不要看了微分方程就怕啊，还没学到以后会学，或你就先说哎，有这么一个微分方程啊， D 平方 X over DT 平方，再加上一个这一项是 dx over dt， 系数是 b over m， 再加上一个这 x 项它的系数是 k over m 啊。像这样的一个微分方程，我现在不要你解啊，我只要你看它的结果好了啊，就说这个式子我们解出 x 跟 t 的关系呢是这个样子的啊。你现在还没学到吗？那我已经这里告诉你，它将来啊，你学到以后你就会知道它的解是这种形态啊。你看如果 exponential 负 b over 2m 乘 t 这一项没有的话，当作一的话，那 a cosine omega t 加 theta 这不就是简谐运动吗？对不对？现在多了一个阻力，多了一个延缓力，结果它就多了一项这个。这一项是什么东西呢？啊，你看它是作用在这个振幅上面。原来如果做简谐运动，它的振幅永远是 A 这么大啊，这么来回的震荡。啊，现在多了一个这个，就说它的振幅啊，是随着时间衰减，啊，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嘿，啊，越来越小，是这样子的。啊，好，那么这个地方的 Omega 呢跟原来我们这个简谐运动的 Omega 不太一样啊。现在这个 Omega 呢它是等于这一项，原来的简谐运动的 Omega 就是等于根号 K over M， 现在要多减一项这个啊，这个就是原来的，就说没有阻尼的时候它的这个角频率啊，啊，多了，这就 k over m 跟开根号就是 omega 0，omega 就是这个东西。好，那么 f 0等于 omega 0 over 2 pi， 就是这个用 omega 0来表示的，这叫做这个系统的自然频率，自然频率啊，说没有阻尼的时候它的频率 ，OK， 啊，我们现在将这个式子跟原来这个理想的这个简谐运动的式子做一个比较，这两个做比较啊，就说这个式子呢是这里头啊振幅的旁边多了一个这个因子啊，那这个因子会做什么作用呢？就是让振幅随时间呈指数型的递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终至停止震荡啊，它的情况就像这个啊，你看它的振幅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啊，最后静止。那它的振幅你看随着时间
衰竭啊，这个虚线就是代表这个。如果没有虚线的话呢，就是你这个 exponential 像不要，就是 a 永远都是这么大啊，永远都是这么大，永远都是这么大，多了一个这个就是不断的衰竭。这种形式的震荡，我们称它叫做阻尼震荡，就是它震荡的越来越小啊，就是有这个延缓力的时候它的震荡啊。好，现在我们就看你这个震荡啊，跟延缓力有很大的关系啊，延缓力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像这个曲线啊，这个曲线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刚刚讲的哈，多了一项这个东西 OK 啊，那么它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就是 FR 这个大小 D 乘 V 远小于 KA 的时候，远小于 KA 的时候，它是这样子的震荡啊，也是有震荡哦啊，不过越来越小，这个是处于叫做低阻尼震荡啊 ,underdamped, 啊好。那么当这个 B 值到达一个临界值到 BC 的时候啊，临界值就使得啊这一项 B over 2M, 就是 BC over 2M, 当 B 等于 BC 的时候，正好等于 Omega 0,就是它的自然震荡的频率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曲线是什么样子呢，就像这个样子，它不震荡了啊，你从这一放手，它就慢慢从这一下子衰减到这里来啊，那这个叫做什么震荡呢，叫做临界震荡 critical damped。 好，那么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就是系统一旦从某一非平衡状况平衡位置释放的时候呢，系统会在接近平衡位置的附近停止震动，不会跨过这个平衡位置啊，到这个附近就停止，它不会跨过这个地方，这里是它的平衡位置啊， H 等于0是平衡位置啊。再来，如果这个延缓力 BV 大小比 KA 要大的很多的话，这个 A 就是它原来的振幅哈。好，那么你把这个啊，把这个 B 啊，把这一项 B over 2M 乘 T 啊，这个东西就远大，这个 BC over 2M 远大就大于这个 Omega 0, 大于 Omega 0, 这个是等于哈，这个是等于 Omega 0, 大于 Omega 0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系统叫做在高阻尼或者是过阻尼的状态，曲线就好像这个 C 图一样啊，从这里啊，一旦从某一平衡位置释放，这个系统不会产生震荡，只逐渐的回到平衡位置啊，逐渐的回到平衡位置。好，那么以上是讲的阻尼震荡，就是说我们一个原来一个系统如果都没有阻尼的话，它受的是恢复力，它就做没有阻尼没有阻力，它就做潜斜运动啊，一旦开始运动它就永远运动下去。如果有阻尼的话，就是有阻力或者叫延缓力的话，它的震荡就变了，对不对啊，或者是越来震荡的时候振幅越来越小，或者是说它根本就不震荡啊，一释放以后它就慢慢的衰减到平衡位置，那个叫阻尼震荡。好，就说我们这个世界啊都是有阻力的，所以一个系统如果你让它任意的自己震荡的话，最后它就停止不荡，就不震荡了。好，你要它永远震荡下去怎么办，比如说你这荡秋千，你推着把一个人推出去了，他在震荡，你不再理他的话，那么他就越震荡越小，越震荡越小，最后停止下来。啊，你要比如说你带你的小弟弟去
荡秋千，你要他高兴，你就让他一直荡啊。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要适当的时机去推他一把啊，就是一定的时间去推他一把啊。那这种震荡我们称它叫做强迫震荡啊 ，forced oscillations 啊 ，forced oscillations 啊 ，forced oscillations 就是说，我们除了刚刚的恢那个系统受了恢复力，还有延缓力之外，我们另外加一个力啊，这个力是有周期性的啊，它是等 F0 乘 sin omega t， 就说我们以这个 omega， 这也算是一种频率了，小频率了啊，来推它，嘿，那么就让它可以啊产生震荡。好，现在就变成这样子，原来只有这两项哦，对不对？原来这两项等于这个，现在多一项这个，多一项这个，加一个这个，那么这个微分方程就变成这样子的。你也不要去忧虑说这个怎么解哈，我们现在不要各位去解它，我们只要看它的情况就好了。像这样的一个微分方程呢，它的解 x 跟 t 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关啊，这样的一个关系。这看起来好像是以前那个简谐运动，对不对？但是不是，以前的简谐运动这个 a 是等于常数，现在的 a 不等于常数哦，是这样的常数哦。以前的 omega 就是 omega0 啊，现在不是哦啊。啊，现在的 A 是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一项，嘿，这一项啊 ，A 等于这个，好 ，Omega 0等于根号 K over M， 这是这个系统的自然频率啊。当驱动力 F 0为常数的时候，就是 Omega 为常数啊，就 F 0等于常数 ，Omega 又等于 Omega 0的时候。就你驱动它的这个，就你推这个，我们讲秋千好了，你推秋千的时候，你这个一定的时间推它，你的 Omega 小频率正好等于这个秋千的自然频率的时候，这一项就是零了，就剩下这一项，对不对啊？就是零了。好，它的振幅呢就等于这个东西， Omega 是 Omega 0了哈。你这个开平方开出来就是 B Omega 啊，这 M 跟 M 约掉了，就是这个 A。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A 跟 Omega 的关系画出来，就这个 Omega 就是你推它的频率，你外面强迫它震荡的时候的频率， Omega 0是它原来的自然频率，那这个时候它产生的振幅是什么样子的呢？啊，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个关系曲线啊，这个关系曲线，这个是拿来做参考，你可以看的啊。当这个系统的阻尼很大的时候，就是 B 值很大的时候，这个很大，分母就很大，对不对？分母跟着大，那 A 就比较小了，所以在 large B 的值的时候啊，它这个曲线是这样子的， A 跟 Omega 的曲线是这样子的啊，很低的，这个值很低啊。如果阻尼很小的话呢，这个分母就变小了，相对的这个整个分数就变大了啊。如果这个很小的话，它这个就比较大了啊，就是说它每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比这里大，这里比这里大，这里比这里大，嘿，好。如果驱动的频率，就是你推它的频率很接近很接近 Omega 0， 这个几乎是零的话，这项是零，哇，那这个就变得分母变得很小了，哇，那这个曲线就陡增啊，就很陡增加着哈，突然的增加，这个状况我们就称它叫做共振 resonance 共振现象。那最大的共振就是当 Omega 等于 Omega 0的时候
啊，那么这个 Omega 0我们就称它叫做共振频率 Resonance Frequency。 如果在共振状态下，就是啊 Omega 等于 Omega 0又不受磁缓力，这个等于0了，或者说这个接近于0好了，不要等于0好了啊，这个又小得不得了，那这个分数就大得不得了，对不对？那 amplitude approaches infinity 就像这个样子，哇，去啊，这个画不上去，这是太高太高啊。OK， 好，这三条曲线在 omega 等于 omega 零这个地方啊，它的相对的 a 值啊都有最大值啊 ，a 值都有最大值。OK， 因此驱动力 F 与振荡器速度有相，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最大呢？就是说你振荡器振荡的这个速度啊跟推的力，就是说这两个的频率啊相同，然后呢又是同向啊，同向就好像你这个荡秋千，你要推它你怎么推啊，那一定是当它荡到最高点的时候你轻轻一推啊，又等它回来在最高点的时候再一推，就是你推跟它震荡的频率啊，你的频率跟它震荡频率一样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它就会越震荡越大，越震荡越大啊。但是如果说你跟它不同向啊，它从那边荡回来荡到最低点的时候，最快速度最快往这边，你这个时候用力一推会不会震荡的很大？不会，你一推它出去了哈，这个人出去了哈，这个震荡就停止了哈，就不能玩下去了。 OK， 好，那么因为这个时候输入震荡器的功率啊，因为是同向哈，所以它的功率最大。 OK，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因阻尼尔损失使得震荡累积的能量啊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嘛啊，大于因阻尼尔损失的能量。你每一次都有能量输入嘛，它每次都有损失嘛，但是你每一次的能量都大于它的损失的话呢，那它就越来越大，对不对？现在这一章就是等于我们就讲完了哈，现在我们讲一个例题 ，OK， 讲一个例题，注意看这个例题哈，这里有个圆柱体，圆柱体，它连在一个弹簧上面，这圆柱体的半径是 R， 质量是 M， 这个弹簧的力常数是 K， 啊，力常数是 K， 哈，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物体往这边拉，左边拉，使得弹簧伸长一点，比它原来的长度伸长一点，然后你从静止开始释放，以后这个直心就在这个地方震荡，那这个圆柱体呢，就是一下子往这边滚，一下子又往这边滚啊。那问你，这个运动我们看直心好了，直心的运动是不是简谐运动？如果是简谐运动，那么它的震荡周期是什么？好，那么我们先用动力学方法来解啊。你要看它做什么运动啊，你就要把它的动力方程式写出来哦啊，动力方程式就是 F 等于 ma 啊这些哈，写出来。那你要列动力方程式怎么列啊？要把它所有的外力都画出来啊，对不对？第一件外力都画出来，你看到没有？这里 mg 超距力经过它的直心，然后接触点呢本来有切线方向的分力跟垂直方向的分力，切线方向的分力就是摩擦力啊。那么这个力呢就是它的 normal force， 法就是正向力啊，正向力。嘿，那么因为它是在这里
滚动了哈，滚动。对，那么这个好，这个还有一个接触力，就是这个 F 弹力哈，弹力 OK 弹力。好，其实啊，我们还可以画出一个这个没有画出来哈，还有一个摩擦力了，静摩擦力，就是它没有滑动的话，它有一个静摩擦力了啊，有一个静摩擦力。好，现在我们呢，摩擦力是作用在这一点了哈，当它往这边去的时候，摩擦力是朝这边。那这个往这边走的时候，摩擦力往这边。好，现在我们就看这个物体，我们就看它的纯转动啊，纯转动 T 点做纯转动的话，那么它的力呢，力矩，你看 normal force 跟 friction 都是经过这一点就没有力矩了，只有这个有力矩，是 F elastic force 乘上 R，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呢？各位可以比一比看啊，这就是 Alpha， 就是这个方向啊， Alpha 这个方向，所以你要画出来啊，哈，这个摩擦力要画出来哈。好，虽然我们这里没有用到摩擦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有个摩擦力哈，我这画漏掉了哈。好，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F elastic 等于kx 啊，弹簧力常数嘛哈，是 k 嘛，它就是 kxr。 然后 ip 这一点的这个物体相对这一点的转动惯量，就是原来这个转动对直心的转动惯量二分之一 mr 平方，再加上所有的质量都是集中在这一点来对它产生的这个转动惯量，就是 mr 平方啊，乘上 alpha， 我们把这个可以合并变成二分之三 mr 平方啊 ，a over r。好，那这个式子我们重新把它整理一下啊，重新整理一下啊，大家都除一个 r， 这个 r 平方就约掉了啊 ，r 平方约掉了，不对，这个地方。这个 R 没有了，这个 R 没有了哈，这个 R 没有了，这个我这平方，这个 R 跟这个 R 这约的，这个 R 没有，这个多写的哈，啊，就是二分之三 m，a 呢就是 d 平方 x over dt 平方，然后这个式子就变成 d 平方 x over dt 平方加二 k over 三 mx， 你看。这一项正好是个常数，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令 Omega 平方等于这个，于是就变成一个标准的一个简谐运动。所以我们说它直心的运动啊，是一个简谐运动。那简谐运动它的角频率是这个东西呢，所以它振荡频率就等于 2 pi over Omega， 把 Omega 带进去就是这样的，振荡周期就是这样哈。啊，注意哈，这一题这个有一个摩擦力我没有画出来哈，画漏掉了。好，我们用机械能守恒的原理来看，你看我这里有个 FS 啊，但是图上漏掉了哈。你看它所受的外力里面呢、啊、MG FS N FEL 这两个是保守力，N 跟 FS 是非保守力。好，那么非保守力所做的功就是这两个力做的功，这两个力做的功啊等于零，为什么呢？因为 normal force 跟位移垂直，然后static friction 它没有位移，所以没有功，等于零，就是这个啊。因此这个系统的机械能守恒，机械能守恒，那我们底下就可以列出这个机械能守恒的定律的式子啊。你要列这个式子之前呢，你要考虑这些因素啊，要考虑啊。
你不能不考虑，就是说肌腱能守恒啊。啊，你看肌腱能守恒，任意一点，它的转动动能加上任意一点，就是它拉长一个 x， 它比它原来的长，假定原来长是 l， 它现在拉到这个长度是 l 加 x 的时候啊，那它的位能就是这个动能，这是纯动能哈，纯转动动能加上位能，弹簧的位能等于总能量，这是一个常数。好，我们把这个 IP 带进去，嘿，啊，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了。好，然后呢，啊，我们就把这个，你看这个，二分之一加一等于二分之三，对不对？二分之三乘四，二分之一就四分之三，啊，加二分之一个 kx 平方，啊，这个 r 平方约掉了，啊，这个式子就可以写成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把它左边跟右边都对时间做微分，这个二乘上就变成二分之三 mv 平方 dv over dt 加 kx 二跟二约掉 dx over dt。 好，那这就变成二分之三 m， 这个 v 跟 dx over dt 约掉了，因为 dx over dt 就是 v 啊，就变成这样式的。好，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这样子的啊，所以变成这样子啊，那这是个常数，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定它等于 Omega 平方，这个就是什么呢啊，就是间歇运动的标准的式子。所以圆柱体的震荡是间歇运动，你看着这个式子出来，你就可以说，哎，这个震荡是一个间歇运动。那震荡的周期呢，就是等于 2pi over omega， 就等于这个 OK。 好，这是刚刚那个例子哈，你要注意这个要领在哪里最重要了啊。动力学的要领是什么？你用肌腱能守恒的要领是什么？一定要注意哈，绝对要注意，你要学就是学这个东西啊，你知道吗？嗯，好，现在这里说有两个组合，一个物体，假定这个它跟这个面之间都没有摩擦，它有两个弹簧连起来，一个 K1 一个 K2， 这个是弹簧 K1 在这边， K2 在这边，这两个，这个是固定点哈。问这个组合它的力常数是什么，就是它的等效力常数是什么，这样的组合的等效力常数是什么啊？好，现在我们来解啊。原先平衡状态是这个，就这两个弹簧都没有伸长也没有缩短，那这个地方的 x 就是 x 等于0了啊。好，我们现在把这个物体向平衡点的左方，我们把这个拉过来一点，拉到这个位置，就是弹簧压缩了一个 delta x 的位距离。好，这个压缩的时候啊，我们假定第一个弹簧压缩 delta x1， 第二个弹簧压缩 delta x2， 那这个时候呢，物体所受的水平合力啊，这是压缩的力啊哈。好，这个时候我们说这物体所受的水平合力，水平合力哈，就是在这一方向你把它压过来，这个弹簧会把它弹回去嘛，这就是弹回去的恢复力啊。啊，这个恢复力等于什么呢？当然也是朝 x 方向啦，我们假定大小是 x 啊，大小是 f， 方向是 x 方向啊。那么 f 等于 kx delta x， delta x 就是总的量哈，就是整体来看，好像是说这个物体啊，往这边移动一个 delta x， 然后呢它的力常数 k1 是 k 啊，这就相当于啊，你看这个力是它对它的力啊，相当于什么力呢？等于这个
K1 往外弹的力也相当于 K2 往外弹的力，因为这是一体嘛，这是一体嘛，啊，你这里就是说你把它推到这里，你还不放手啊，那这个弹簧就要往这边弹了啊，这两个都有力了，两个都有力了哈，啊，那这个力啊，因为这个都是平衡状态啊，在这个时候它不动啊，所以呢，它的合力跟它的合力都要等于零啊，啊，那因此呢，啊，这个力，它所受的力，它的弹力跟它的往这边的力加起来要等于零了哈，啊，因此这两个力啊 ，K1 delta x 跟 K 这两个是大小相等的哈，啊，大小相等哈，啊，那么这个是一个一个看。啊，那么整体来看呢，就是 K 乘上这个，因为 delta K delta X delta X1 加 X2 啊，那么我们现在从这个式子，这个等于这个来讲，我们就 K1 over K2 等于 delta X2 over delta X1 啊，这个 1 用这些了哈，啊，好，啊，那么我们这个加个一，这个分数加个一，这个分数也加个一，那这个通分就变这样子啊，这边通分就变这样子的啊，那么我们就得啊，我们就得这里乘一个 K1 这也乘一个 K1 好了啊，这乘 K1 就是这个，这个乘 K1 变成这样子啊，那这个呢 K1 delta X1 等于 F 啊啊，于是我们就可以有 F等于 K1 over K1 K2 over K1 加 K2 乘上这个啊，这一项我们把这个当作 K 啊，于是它就变成这样子的东西，那也就是说啊，这就是 KX 了，这就是 delta X 了啊，所以这个 K 呢就相当于这个，它也就等于 K 分之一啊 ,K 分之一等于 K1 分之一加 K2 分之一。那这个就是这个组合这个系统它的等效的力常数。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成好像是什么呢，啊，它这个是串联。啊，那说串联就好像我们电阻，各位学电学的很比较熟悉啊，电阻的并联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串联就相当于电阻的并联啊。好，这个也是一样，我们很快的把这个讲完哈。这原来的样子，然后你把这个往这边拉，拉一个 delta x， 拉一个 delta x 以后呢，啊，那么左方就缩短一个 delta x， 右方就伸长一个 delta x， 那么 fx 呢 ，f1 等于 k1x， 啊 ，f1， 啊，你朝这边。等等，我看哦，这是往这边往这边拉，好，往这边拉，这个伸长，这个缩短，所以这个往回拉是这么大啊，哎，这个往这边张开啊，是力量这么大，所以合力就是这两个的合力啊，这个物体的合力就是这两个合力。好，那么我们假定它是等于一个物体接在一个 K 上面啊。那 F 就等于 K delta X 啊， delta X 就是原来这个 X 啊，那从这里头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里比较这个就晓得这个 K 呢是等于 K1 加 K2 啊，像这种状况，这种状况的话它的 K 就等于 K1 加 K2， 你也可以把这个弹簧接到这里来哦，两个这样子接 K1 啊 K2， 情况也是一样的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剪弦运动我们就介绍完毕，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讲波动啊，波动。好，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